唐三，我决定给你一个机会。庞大的威压顷刻间便笼罩了我，若不是手中还握着海神三叉戟，我几乎要被压倒在地。这就是神的力量。你是我生平所见最有天赋的魂师，我几乎可以肯定你将来能够和我站到一样的高度。如果有我们武魂帝国支持的话。你想劝服我还是威胁我？是邀请。唐三，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向你提出邀请了。作为对手，我十分敬佩你，尊重你，这也是我一再坚持与你公平对战的原因。你所在意的不过是你那些家人朋友，只要你愿意追随，我也可以将他们一并庇护。待我统一大陆后，不止一个蓝浩王的名号，就算是整个大陆，我都可以与你共享。不，我相信你我二人联手，哪怕是神的境界，也定能超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看重我，只是看重我的潜力吗？你就不怕我成神后再叛出武魂帝国？你是一个会违背诺言的人吗？如果你是，那就只能证明我看错了人。臣服。我是毁灭，都在你的一念之间。现在告诉我你的答案吧。你的邀请听起来很诱人，但很可惜，我的答案依旧是不可能。你明知我已成神，还要选择反抗？又如何？神又如何？换作是你，你会放弃自己的信仰，放弃亲人、朋友、国家和所有的一切，向敌人屈服吗？我曾送过你一句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今日我就再送你一句：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一去不返。你这招已经隐隐有了神的气势，可惜握着这柄神器不是神之手。你妄图以人撼神，那就让我告诉你，神不是你能凌驾的。失了？难道他使出此招只是为了脱身？不，唐三不是一个临阵脱逃之人，更何况他还留下了这柄三叉戟。对他传承神器来说，至关重要的海神三叉戟。天空与海洋注定对立，唐三，既然你执意与我为敌，我也容不得你了。就让我看看你究竟想用什么办法逃脱一个神的追击。森罗万象和海纳百川同时作用，终于将体内狂乱的能量梳理平静。此番暂避锋芒，已是为了争取疗伤的时间。哪怕被前人也追上，也有一战之力。二来则是利用蓝银领域将前人血成神的消息传递出去。蓝银草遍地皆是，看似脆弱卑微，但只要利用得当，就会成为覆盖整片大陆的情报网。正好母亲也在嘉陵关前线，消息三四日便能递到。驱散。
神的精神力果然在我之上。唐三，你很聪明，利用领域隐藏了自己的气息，又叠加了一层隐身效果，但我的驱散技能能够驱散任何非神级的领域，接下来破除你的隐身也只是时间问题，你的速度再快也只是人类的极限，短时间内无法逃出这座森林，自然也逃不过我全力施展的神念扫描。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你竟然主动现身了，看起来你似乎并不恐惧慌乱，到底是什么给了你信心呢？哼，天使之神千仞雪，如果一个人类向你提出赌约，你会答应吗？赌约？你真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到了现在还在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不过先前你应了我的赌约，如今我还你一个，说吧，你这赌约是什么？很简单，你我都不使用神器战上一场，实现为一炷香，一炷香内如果你能将我擒拿，就是你赢了，我会发誓向你臣服，但如果你输了，就请归还我的海神三叉戟，同时给我三天时间离开这里，当然三天后你可以继续追击我，若到那时你仍能擒住我，我依然可以向你臣服，如何？一炷香？唐三，你真的这么自信？别忘了，哪怕不使用神器，我依旧是神。那么你赌还是不赌？赌可以，但海神三叉戟不能给你，这柄神器是我武魂帝国的一大隐患，只有等你向我宣誓效忠时，我才能将它还给你。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因为我会亲手夺回海神三叉戟。如此多强横的魂环确实能够给你对抗神的底气，不过我很好奇，这样的魂环配置是否与那只曾经献祭了的魂兽有关？我听说他又复活了。哪怕一切恢复如初，也不能就此掩盖我与武魂帝国之间的血海深仇。若你出身于武魂帝国，我们或许不会处于对立面，可惜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果然继承神器后，他的魂环年限也被提高了，而且还散发着神的气息。根据波塞西前辈提到的魂技神话特征来看，千仞雪应该能调用部分神力来施展魂环技能。这是神级魂环，仅仅是释放时产生的威压就险些让我无法抗衡，它的威力恐怕已经不能用修为年限来衡量了。究竟有什么凭借能在我的攻击下坚持一炷香？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在你的攻击下坚持一炷香，我要做的是将自己的攻击持续一炷香。好，那我倒想试试。
有心了。唐三明明没有释放蓝音领域，为何还能调动整个森林的蓝音草之力？好强大的生命气息，竟能将我的神念压制一瞬。蓄迷锤心法的时候，蓝银荒武魂会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感染力，不需要释放领域就能发挥出类似于海纳百川的效果。接下来借助蓝银草的力量一破，力量和速度还在提升，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是以燃烧魂环为代价，将全身力量短暂提升到神级？如今碎牙斩。可如此一来，唐三的魂环技能也必然会受到影响，甚至在短时间内无法使出。这是唯一能够拖住千仞雪的机会了，我绝不能输。这种神级力量就能战胜我吗？不，身为天使神，我怎能率先使用魂技？我要堂堂正正用最直接的方法击败唐三，让他彻底臣服。米粒蜘蛛，别放过我。我越来越想知道，在神奇的绝对威压下，你究竟还能接住多少次攻击？镇止渴，只要能提升力量，我不在乎用什么方式。神力，我一样可以凝聚成天使圣剑来斩杀你。那就试试看吧。一次性抽离三个魂环的力量，即便如此你也杀不死我，反倒会透支自己的生命。黄金十三级第三式，一去不返。冥顽不灵，我就让你感受一下真正的神力。
就是神的实力。唐三，你输了。就是神的实力，唐三，你输了。夺月还没有结束。尚且不是我的对手，更何况现在的你，恐怕蓝银草前八个魂环的技能都不能用了。不能为我所用者，下场就只有死。唐三，如今你已是穷途末路，还是向我臣服吧。看来你对我的调查还不够详细，否则又怎会不知，在我的同伴中可是有着一位顶级的食物系魂斗罗。这是我的第八魂技，万象更新水晶掌，服下之后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体力就能全部恢复，非残之类的伤势也可以瞬间痊愈。小三，你此去凶险，拿着一杯不时之血。大家还在等我回合，无论如何我必须赢下这场赌约。就算你恢复了又如何，想必那燃烧魂环之法就是你的杀手锏吧。如你所见，这个技能根本奈何不了我。你错了。昊天锤才是我真正的杀手锏。唐晨，我一定会击败你，哪怕有生之年我做不到，我的后人也会替我完成。唐昊，昊天宗与天使一族的恩怨该做个了断了。这怎么可能？三只千钧蚁不是九万年的吗？之前为了压制三只千钧蚁在我体内造成的魂力暴动，我使用了大虚泥锤。变异，世上从未有人同时吸收三个魂环，没想到你竟能令他们进化到十万年。是大虚泥锤将魂环锻造提纯了，如此才令他们跨越一万年修为完成蜕变。哼，你还真是得天独厚。不过我正好也想见识一下，曾经能够重创我父亲的昊天锤是不是真的配得上天下第一器武魂的称号。那这一锤你接好了。哼，看你作何挣扎。大虚泥锤的奥义，炸魂。
后产生的力量纯粹又强大，未来阴曹更胜一筹。重力增强，杀神领域之修罗地狱。天使圣剑就这么被粉碎了，好个唐三，可惜百万级的增幅效果一下子就抽空了泰坦左臂魂骨的全部能量，不过好在暂时压制住了千仞雪，接下来我把先前唐三用了三个魂环的力量也都用了一剑击飞了，为什么他换了后天锤只用了一个时代的魂环就将整个形势逆转呢？隐身受阻来不及了，燃烧魂环阵法是要用在后天锤上才能发挥真正的威力。
火龙的攻击，他竟然总能在最好的位置让昊天锤迎上一头火龙，也只是一头。难道他还不疯了？仍用这么激烈的乱披风锤法？那看看你的乱披风锤法有没有进步。乱披风锤法第八十一锤，先祖凝聚的智慧力量，也是我最后的杀手锏。可惜我的力量还是不够，否则他应该在他的心脏中爆炸。我上当了，原来刚刚你并不是在拖延时间，你只是没有把握完全成功。我并没有骗你，我只是担心你的天使火焰太过灼热会蒸发掉幻音泪，所以我在你面前强调此技能无视防御。你利用了我的人性，我已成神，你不该如此。我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神圣之剑能够斩杀你，而这就够了。你不用懊悔，因为我也只是侥幸，侥幸第一个成功用出观音有泪。哼，你赢了，走吧。三天，按照赌约规定，你只有三天时间逃走。三天之后，我将使用天使之神的全部力量追杀你。人力有时尽，而神是没有止境的。
谢谢。我知道你原本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死我，千仞雪。如果有一天你败在我手中，我也会给你一次机会。再见。你未成神，如果你能再凝聚一份神力，是真的能够杀死我。谢谢你告诉我。你还敢回来？我不会丢下海神三叉戟的。千仞雪，不要激动，心脏被贯穿可是大事。虽然你现在仍能抱起杀我，可是你自己恐怕也会坚持不住，倒不如遵守赌约，三天后再见。唐三啊唐三，我终于明白，你根本不可能被征服，只能被杀死。小五，不如我们再等等，要是三哥还不来，我们就一起去接应他。好。怎么样，有接应到三哥吗？没有。除了千仞雪神念感知的范围，然后魔道不误砍柴工，我现在必须尽可能恢复实力。召唤之后的副作用出来了，身体属性被大幅度削弱，经脉损伤严重。这都多少天了，按照三哥的实力应该早就到了。会不会是猎杀魂环的过程中出现了差错？我去接应哥。哎，小五，你别着急，我想就算小三面对九十九级巅峰斗罗也一样能够全身而退，他应该很快就会到来的。以我目前的状态，想要恢复全部实力又不被千仞雪追上几乎不可能，更别说在三天内赶到海边与伙伴们会合。小三不可能迟到这么久。不等了，我们分头去找小三。好。与千仞雪一战，我的魂力竟然迈过了九十六级的关卡，现在距离约定的三天已经超出了一个时辰，千仞雪还未赶上我。追上来了，我已经能感受到海水的气息了，再一个时辰就能抵达海滨。快一点，再快一点，看来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天使之神是天空的掌控者，不能在空中跟他对上。马上就要逃脱却被追上了，是不是很绝望？千里一瞬，他变得更强了，确实不好受。被你的天使领域凝固住，魂力也被不断吞噬。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圣剑，他竟能借助太阳之力，这一击绝不是我能承受的。地下。
千钧一发，一个是大地之子，一个最擅长地下造穴生存。耳鸣十万年魂环的第二个技能大地之力，让我能控制大地的力量。千钧一光的第六魂技千钧一光斩，则让我能在地下开路。这是到你面前呢，就算在这地底深处，我也要将你毁灭。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再见了，孩子，祝你能顺利传承。海神之心破碎了，海神三叉戟也仿佛失去了灵魂。现在最要紧的是和伙伴们会合。
来不及解释了，快走，赶快下海。三哥，没想到短短几天你就经历了这么多，竟然还能从一个神手底下逃脱。就算勉强活了下来，也付出了海神之心破碎的代价。小三，万一千仞雪去了嘉陵关战场怎么办？如果我猜得不错，千仞雪通过与我的战斗，她一定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对她来说，完善她的能力远比毁灭天斗、星罗两大帝国要重要得多。天城还差最后一个魂环，这个位置早在当初我们离开海神岛之前就已经决定留给他了。此去若是顺利，也将完成海神第八考。那可恶的深海魔鲸王当初差点让我送你，这次可是要好好找他算算账，我们可不是当初的史莱克七怪了。深海魔鲸王的修为深不可测，就算是波塞西大人也未必能够战胜，一定要谨慎小心。我们上次离开海神岛时，波塞西前辈给我们介绍了深海魔鲸王的一些情况，听说他即将化龙成神。小白，你一定比我们熟悉深海魔鲸王，就给我们讲讲他的各种技能和实力吧。坦白说，我从来都没见过深海魔鲸王，对于他的能力更是一无所知。奇怪，你怎么会没见过他呢？我们族群的族人从出生就被长辈严令告诫，绝不允许进入魔鲸海域，因为进入魔鲸海域的生灵基本无法生还。这么可怕。小白，从这里到魔鲸海域还要多久？用最快速度赶路的话，差不多要三天。三天时间足够做好准备了。我们从这里绕过去，避开乌贼王和巨毒电鳗群的攻击。到时候我去与深海魔鲸王开战，大家趁机去试探深海魔鲸王各个部位的攻击防御能力。第五魂技
蓝银霸皇枪。单凭他坚韧的表皮，就顶住了十万年魂技蓝银霸皇枪的攻击。原来是你，上次我上了当，以为那一缕海神神念是海神真身，这一次你还敢来我的海域撒野？他竟然也能借助大海的力量。以为凭借你手中那没有了海神之心的三叉戟也能和我对抗吗？便让你看看有没有对抗的资格。真身
也就是说，海魂兽幻化成人形之后，他们的身体优势就荡然无存，就连整体优势都会下降。对。要怎么躲？无定风波，这一招不是只能限制人的行动吗？自从上次对战千日雪后，我对这一式神技的理解力已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怎么可能？我的擂珠从来没有人能悄无声息的化解，难道你用的是海神的神技？唐三的实力已经这么强了，登陆增幅，七月九宝真身啊！成为九宝琉璃塔魂师之后，我的第七魂技既可以作用在自己身上，也可以作用在伙伴身上。竟然选择跟深海魔晶王正面较量，他显然会在力量上吃亏啊！只有近战，才能将强者自身的攻击力最大化。这两锤要是砸实了，三哥可就完蛋了。三哥，快闪！深海魔晶王的八棱梅花锤虽然没有扔了，但施打力沉，速度奇快。三哥，小心！他每一锤挥出，都有无形的能量残留在空中。我知道。他正在编织一张大网，发现的太晚了。消失了。好险！这确实是一步险棋。其实哥一直有机会脱离深海魔晶王的攻击，他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正是为了消耗他的体力。最后借助瀚海护身罩引上了车。
按计划。你刚消耗了大量魂力，能行吗？没问题。唐三，出来！我们先拖住他。魂骨只能暂存凤凰火焰，你千万不要长时间封印，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你的对手是我。是融合了水属性和雷电属性，这招双属性攻击最好的办法就是炸魂。第一次连炸六个昊天锤的魂环，体内的血液仿佛沸腾了一般。
鲸王百万年的底蕴在短时间内爆发，这是他的致命一击。好强的威严！深海魔鲸王此时此刻的实力已经到达了神级，怪不得小三不让我参与战斗。蓉蓉，快增幅！不行，三哥此时的实力已经达到了神级的程度，九宝琉璃塔已经辅助不了他了。快看，那道声音是什么？杀神领域，开！那道红光是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是一种暗器，名叫菩提血，将自身魂力凝入血液中，再以特殊的手法发出，落在敌人身上就能产生强烈的爆炸力。那刚才那个红色身影呢？在连续炸了六个魂环之后，杀神领域突然变异了，连我也感到不可思议。先不多说了，我要将这深海魔鲸王的能量注入给大家，他的能量对我们提升魂力大有裨益。深海魔鲸王的能量很强，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若察觉到任何不适可以随时停止，否则得不偿失。
小五，你还好吗？哥，你放心，经过水晶血龙参和相思断肠红的喂养，我的身体强度和承受能力比其他人都要强。时间不早了，你也快去吸收魂环魂骨吧。百万年级别的魂环绝不是那么好吸收的，我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我去海里吸收魂环，你们躲远一点，以防被波及。哥，你千万要小心。为了成就神位，哪怕千难万险，我也无所畏惧。来吧！啊，这红光是什么？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力，瞬间撞入了我的经脉，根本无法抗。